今天是2021年的9月1号，我们家小子今天就成为高中生了。今天是高中生上学的第一天，做一个生活记录。嗯，这么多闹钟，哎，6点半了。你怎么要上桌子啦？这我的。哎，你怎么要上桌子？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嗯，你吃什么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我被子没了。他又拉掉了。啊？又拉了？我被子。不是，三娃，还洗了，换了一遍。又拉了。你出来。没办法，没办法呀，怎么回事？脑子到在哪嘞？几点到校？7:10嘞。7:10，今天骑车去。嗯。几点放学呀？6:20。6:20。在学校吃中饭是吧？嗯。那中饭是吧？是买卡还是？嗯。买了没？买。还没有买。嗯。几点吃饭？嗯。昨天嘛，昨天只是报道。嗯。分班没呢？分了。几班？9班。9班。几个班呢？9个班。一共9个班。一季9个。嗯。一个班多少个孩子？8。他班怎么分啊？按成绩分。还没分好吧？暂时先取之。嗯，然后后面再分。后面可能分文理科。嗯。嗯，好干呐，吃不下去。怎么了？把它关了。嗯。把它关了。没做到。只要我回来就行。你也吃。你也怂。我怂，哎，让我水壶再洗一下。洗啊。洗干净吗？那吃不下去。这花卷你吃不吃？不吃。啊，你吃不吃？花卷。我不吃。我杯子。这将是你的常态了啊。嗯，走了。哎，你把车放这里。他昨天骑了的。我看你怎么锁的，你这样锁就容易偷嘞。你只锁在那个架子上面，你要跟那个，你要跟那个车架锁在一起啊。啊？麻烦。哎，麻烦。对对对，是的，麻烦。等你怕麻烦，车就不见了。你应该用这个链子锁和这种铁栏杆锁一起。我买了2把锁，哎不对，3把，这是1把，这是1把，然后这里还有1把链子锁，2个链子锁。哎，这个链子锁没看到了，昨天你自己买的。是妈妈买的。哦。
这次跟他去主要还是想看一下他的车子，就是这辆自行车停在哪儿。OK。哎，啊？没有装铃铛啊？装个这个铃铛吧。红的，好，绿的，绿的呢？哇，骑那么快，哎。这哪追得上啊？这哪追得上啊？这啊，这条路他以后要走，还要走3年的，得让他自己走了。今天只是日子非常特别，就我们是这种仪式感的人啊，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。其实挺近的，骑车过来的话10分钟吧。到了，你就不能找个铁栏杆锁着吗？铁栏杆，这你要不横着？不过这还有很多车啊，还有很多好车，都是山地自行车啊。这他就把个轮子锁着，好吧，这几秒钟就偷了。几点了？锁了，算吧。没有挡泥板。有。妈，挡泥没有挡泥板，衣服都黑了是吧？年轻人都不怕热吗？因为身体不好。瞎说，别年轻，年轻现在身体不好。昨天12点，昨天1、2点钟睡，到6点钟起。这个热，你看我穿短袖，骑个自行车就汗流，然后他都穿长袖那种秋装一样的感觉，好多孩子都这样的，可能空调开很大吧，还是咋的？在回去的路上，我发现一个我非常喜欢吃的早点，这个。这是麦芽糯米包油条，4块，4块钱，哎，5块大的，5块大的，哎，那就拿个大的吧。啊，前面是咸的。吃现做吗？现做啊，带生来的还是包酒哦，吃个甜的，我想吃甜的。甜的吗？啊，那个扫码了。好的，我看一下。哎，糯米的。糯米的，如果好久没看到这有卖糯米包油条的了。卖的，都是我的，卖钱呢。蛮难得啊，就把它拍一下。拍个鸭子。这糖和桂花是吧？哎，光啊，是什么桂花呢？哦，好吃。对，现在真的找不到，蛮少卖的。蛮少，你是不是这里人多？我是的啊。是这里啊？嗯。蛮少，没那个都是我的卖。油条一定要那种非常脆的那种。脆的就蛮脆啊。哦。这种包蛮大的，也好吃，也蛮脆的。嗯。刚刚是拿的，是拿的。这蛮大呀，这个满袋坨，这给你包满袋坨。这吃了中午就不用吃了。中午不吃了，是的。嗯，对，这蛮对的。嗯，好，好的，谢谢。我这个南方的胃，还是吃得惯这个，吃不惯那个包子馒头，就感觉特别难下咽。我还想吃点有味道的，甜的或者咸的那种，像这个就比较合适了。它那个糯米是软糯的，然后里面有糖。嗯，油条也非常带点咸味嘛，脆脆的。哎呀，要掉了。今天早上看了一下，大部分孩子还是都是自己去上学的，骑自行车啊，大家采取这种方式走路啊，还有很多是家长骑电动车，
还有那边开车的比较少，因为早上家长也上班嘛，然后这个学校门口其实交通不是特别方便，也容易堵，还不如骑自行车啊来的快捷一点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让他骑自行车的原因。主要是解释一下，主要是第一天啊，第一天有个仪式感，所以才送一下，会不会送的？孩子这么大了，对吧？要不然又有人喷我们了啊！孩子的高中第一天生活就要校园生活，高中校园生活就要开始了，像我这种打工人的一天也要开始了，所以要去上班了，赶去上班了。好了，学生们加油吧！9月1号了，学生们加油吧！打工人也加油吧！拜拜。